在那一天，我失去了他。在那一晚，我来到了满汉。古风还是乐团？老师好，我想试一下乐团。好嘞，清唱。来，清唱。好的，这就是我在满汉的第一首歌。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打动考官，好吧？所以从此，我开始了我的新的篇章。